Hello， 大奇，那我们今天居然下班的独自一人的猫咪大战争啦。那没想到这边的话，我们通过全部的宇宙篇的话，我们会得到这个是那个这个应该是异界异世猫吧，对不对？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异世猫吧。然后这边的话，竟然是福音传教猫啊，还蛮有趣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只要努力把我们这个宇宙篇打完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哦。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现在的话有几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们才打到第十七关而已了。然后我们保护雷达要没啦，有点凄惨呐！完了完了，我们先看一下哈，还有没有？我们先直接打一下好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道具商城能不能买一下我们那个道具哦。好，这边的话一样用我们的这个超级猫猫阵线，然后里面混了一只这个肉骨兽。那这边的话来了，这个是我们的宇宙大象啊，有点麻烦啦，好不好？宇宙大象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尴尬了，各位，但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出个猫咪 baby， 好不好？超级猫猫阵型，不要怂，不要怕，你们可以的 ，Only Gay， 来，应该是 OK。好不好？哇，要求猫咪 baby 应该 OK 吧？我记得他好像打异星敌，哇，他蛮坦的。你看到猫咪 baby 这边真的是蛮坦的，他被轰了三下，这个大象炮弹还没死啊，还没一个 KB 啊，刚才打第一下 KB 而已，代表他的这个扛度扛度是完全没问题的。好，那边古龙直接轰爆了大象了。好不好？也是很 OK， 完全没问题。哎，真没想到，原来我们宇宙篇通关的话，我们会可以拿到那个异世猫。哎，好猛哦！居然是异世猫啊！不是啊，那我们的抽筋姆特嘞？哎，啊，我们的抽筋姆特嘞？我们有拿到瓦尔基里，但是抽筋姆特没有啊？为什么不给我们抽筋姆特？啊，不是抽筋姆特啊，姆特啦，没有抽筋姆特啦。如果我们这个系列上面有抽筋姆特就好了，我们只有 IT 版本有抽筋姆特哦。好，开炮啦！两人发射，超成功，直接刷烂呢，完全没问题。是是是是是是，继续努力往前走啊，完全很 OK， 完全没问题。牛郎星呐，直接 KY。我先去看一下，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拿到那个姆特猫，好不好？啊，没想到居然是通关宇宙篇通关会拿到这一只最棒的鹰，好不好？完了，我们现在都只能那个 A 级挑战了。我看一下啊，升级这边的话，一叉部分，一叉的话，我们之前瓦尔基里是 OK 的嘛，对不对？对啊，瓦尔基里，我们取得角色到现在都还没用是吗？哈哈，取得角色到现在都还没用哎！哇，我们这边还有两只小小瓦尔基里，但是也没有。我真的觉得要找时间来刷一下差 P 了，不然好像有点惨。哇，保护雷达要45，好了，买一下好了，买一下，不是这个，买保护雷达，加快我们刷金宝的速度哦。太好笑了吧！我真的私底下应该要来刷一下那个，来刷一下查皮了，不然不够哎。原来我们一直都在用那个超级猫猫阵型，然后完全都没在管原本有的那些猫猫，太好笑了。啊！一心有星星食蚁兽，好不好？待会让他见识一下我们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超级猫猫的这个威力啊！我现在都没有再出肉骨兽了，好不好？所以这样应该也算我们那个吧，超级猫猫碾压阵型吧。看一下，猫咪 baby 是真的蛮厉害的，而且猫咪 baby 我们这边还没有给它进化成婴儿车。加油加油！哇，这边还有一只 Cyber X， 这有点尴尬喽。Cyber X 是真的有点牛皮的哦，牛皮 Cyber X。哎，这边婴儿车把它锤退后了一下。我们这边待会3600，古龙登场。我们现在这个账号就是都没有什么去刷XP，所以会变成我们那个角色等级拉不上来。
然后就都还是用那个最初的形态这样子，但看起来好像还是都可以打过、哦。好，猫侠登场。因为这等级的话，基本上它那个每一个都只有一篇章啦，所以它没有就是那个费用比较高的这个疑虑哦。因为像我们的那个手机版本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有那个费用比较高的那个疑虑嘛，对不对？所以它第三章的话费用就会比较高。超成功！风暴轰起来，再一只 baby。这跟我们一开始玩的时候感觉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一开始至少都可以就是。哎、欸，有没有很快的直接打出去？用我们这边左边的这个红色部队这边啊，就可以打到我们就是很后面了。就现在都没办法了，现在没办法这样搞了。现在都必须要两边的猫猫都派出来，然后我们评价就会变得就是比较低一点点。好，猫咪 baby 加油 ，go go go！ 天狼星，哎、欸，拜拜，应该是 OK 的哦。再见世界，再见拜拜，再一只准哥。好，红爆 ，nice， 最棒的大狗、哦。那这边的话是也是 A， 猫咪长官与部下猫，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再看到那个了，好久没看到 S 的牌了。基本上之前 S 牌也是很辛辛苦苦才打到的，而且也只有一次。好，老人心啊，来，老人心出发，看一下哦，这边有绕跑机耶，上面那只是绕跑机吧？好，先出这个小地藏桃太郎，待会再出个龙宫兽，没问题。好、哦，刚好我们桃太郎这边也是可以暂停哦，绕跑机关卡。看起来是没问题的，还省点钱包。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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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边角色被打烂了，但没关系，他们也没有过到好到哪里去。然后又出了一只那个，这关应该是河马关吧？我记得后面好像有一些关卡，好像有一关是那个河马关，要不然就是海豹关。好，这边还有一星有星星小敌人，老人心没问题。就后来啊，佩科拉好像就开了那两次的这个 Switch 直播，好像就再也没有玩猫战了。所以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是工伤啊？因为我想说，应该是自动自发想玩吧。但工伤的话，玩两天，我觉得好像合情又合理啊。工伤也不要让工伤嘛，帮人家做一些角色出来嘛，对不对？来，织女星，帮人家做一些角色出来嘛 ，Ponos， 让我们也可以收集嘛，对不对？最近还蛮多游戏都有跟 Hololive 他们合作的哦，像那什么《神域召唤》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神域召唤》也有跟 Hololive 合作。来，继续哈，这边的是我们的红色犀牛 Days。妈，如果有兔田角色，这瓶音。抽爆！但其实 Ponos 如果要去跟他们谈那个版权的话，应该会贵到翻掉吧，所以也很难搞了。哦，来了！这关的话，大 Boss 就是我们这个骆驼仔了，好不好？恐怖的骆驼仔，恐怖的骆驼仔，那没关系，我们有古龙。我觉得古龙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啊。我刚才直接把异星大象喷飞，现在又喷飞了 Cyber X， 啊！我不小心出了一只肉骨兽了 ，Go Go Go！ 可以哦，猪猪被打死了，这个骆驼好像有点嚣张哎，但是猫咪 Baby 好像不让它这么嚣张哦，我又出了一只肉骨兽，都会按错 ，Baby Nice， 好击退。我原本以为他可以咒飞的哦，哎，古龙 ，nice， 哎，没有死哎、欸，我以为会死，可惜了，可惜了，来开一个超级大炮，射爆骆驼，啵啵，可以吧？可以，没问题，太好了，这个救急大炮还是顶神的啊，
救急大炮 ，Go Go Go！、哦、我又出到这个了，疯狂出肉骨兽啊！算了，来来来，轰起来轰起来啊！没问题啊！结果啊，如果真的他这边送这个的话，那我们的抽筋不是抽筋母特，我们的母特猫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啊？他还会给我们母特猫吗？嗯，最棒的竖琴没问题。7807应该还可以再打一关哦。119对，这个是必秀五，好不好？那个字念秀，我记得之前我们这边有国文小天才们啊，跟这边讲说那个字念秀。好，小地藏，没问题。宇宙篇通关完之后，居然是可以拿到那个意识猫。哎，我们之前手机版的那个宇宙篇通关玩拿什么、啊？哦，猫神对不对？啊、哦，哇，那如果这边拿意识猫的话，就代表这关宇宙篇的这个 BOSS 应该不是猫神哎、欸，对不对？他先泄题了吗？我觉得宇宙篇这边的话，应该就不是猫神了。你们怎么看？应该就不是猫神了。喂，不是猫神啦，各位。继续继续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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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先把那个古龙派出来，应该就稳一半。上吧，古龙！挥挥挥！挥挥挥！我这关也是蛮硬的耶。我只能说，打到宇宙篇开始，觉得这个关卡越来越难了。以前都没这样感觉，因为以前真的就是超级猫猫随便派、欸、啊，就随便赢。这次真的顶有感，继续杀，继续杀，没问题。必秀五，最棒的金牛啊，最棒的金牛。哎，这关也打得比较好一点点。总裁与爱猫啊，总裁与爱猫。然后体力应该就不够了，哎，可以再打一关参秀士，好，没问题。不过这个关卡跟我们就是那个手机版的那个宇宙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喜欢玩这个猫战，你有玩 Switch 版本，然后你刚好又有手机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来玩玩看手机的版本哦，因为手机版本的宇宙篇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它的关卡、啊、都是有初级条件限制的哦，那个就真的挺麻烦，因为这个关卡基本上在前面的话还有我们那个世界篇跟未来篇，总共加起来六个篇章，然后你六个篇章基本上应该有累积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猫战的这个知识哦，那你就是用这些知识然后来配到队伍，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就是打出好成绩，我觉得应该挺可以的。来是打爆袋鼠，好，这边碰卡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东西出现的话最好，拜托了。好，没有，那看起来轻松打掉 ，happy happy， 快乐又开心，参秀士这关的分数应该很高哦。最棒的猎户7997，又是 A 竹竿豆菜刀，哦，好久没看到了啊、哦。好，那今天我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这边宇宙篇啊，打完宇宙篇全篇居然会获得这个福音传教猫。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这个最后一个关卡应该就不是那个了哦，就不是那个就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猫神了、哦。那你们觉得我们这个独自一人系列这个最后一关的这个宇宙篇关卡会是谁呢？你们觉得会不会是个意识猫呢？啊，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些想法喽。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啦，我是品再见喽，大家拜拜啦。